效果。那么，请各位老师看看我们汉博尔公司的这种跟踪效果是否能够做到这种平滑、自然、流畅啊？您看一下，注意一下右手边这块屏哈。我先做一下简单的移动，您看一下，它应该是慢慢的、非常平滑的在跟我来移动。看看这种方式是不是大家所能接受的方式？当然，这里面有的老师说您是不是走得有点慢？如果走快了会怎么办？那咱们感受一下，看看我走快了，它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快了之后，它马上切到一个全景。当我坐下来，当我站好了之后，它又会慢慢的把我这个近景位的又给推出来了。这个，它的这个，我们这。